世上从未有我，那么又有什么遗憾，什么悲伤？生命是跌撞的曲折，死亡是宁静的心。归于尘土，归于雨露，这世上不再有我，却又无处不是我。花田半亩，大家好，这里是365读书，我是超宇。无意中读到田维的这段话，仿佛是一种忧伤，又仿佛是一种坦然。一个美丽善良同时又是不幸的女孩，患上绝症，但仍然坚强地笑对生活。她用坚强的意志去面对一切，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去挑战病魔，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他写道，如果可以，只让我的右眼流泪吧，另一只眼让它拥有明媚和欢笑。看，这是多大的勇气，即使是死亡，在他面前都显得渺小。在死亡面前，他没有一丝绝望，相反的，却还是乐观向上。田维让我在死亡的悲戚里看到了生命的欢颜，既让人心碎又令人心疼的感觉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节选自田维《花田半亩》里的《亲爱，别为我忧伤》。亲爱，别为我忧伤。2006年8月3日。隐忍住疼痛，我咬紧嘴唇，在黑夜里向下沉去。汗水湿透的床单，紧贴住狼狈的身体。剧烈的头痛令人意识模糊，而也是在这意识里，我清晰感觉到你蹲在我的床前，双臂抱拢着伏在我的身边。你的疲惫与担心被我感知着，我的心轻轻地疼，轻轻地碎。我说，去睡一会儿吧，我没事了。你却依然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渐渐在疼痛里睡着了，有依稀的梦浑浑沌沌地朝我挪来。十几小时前，我在深夜因头痛惊醒后，是你焦急去找医生和护士的情景，让我靠在你肩膀，为我细心把被子围好。是孤单单站在女厕所门外等待的你，那伶仃的你。后来我仿佛听到抽泣，那是我在病痛里对于你的歉疚。怎么忍心让你担心，让你整夜的守候在床旁。我开始埋怨自己的身体，如果我从没有过什么病，如果我能够和其他健康的女孩子一样。我不断假设，不断否定，不断失望。于是在醒来的时候，我说，对不起，
前拥有的太少了，天所能奉献与给予的，无以报偿你的爱情。这是我的疼痛，比身体的疼痛更无法抵御的疼痛。早上，你打了热水，让我可以坐在病床上擦脸和刷牙。你的神情像一位父亲照顾他生病的孩子。中午，你摆好小桌子，摆开发糕，夹上菜，一口口喂给因为打吊针而不能动手的我吃。吃完，你又去刷碗，好把饭盒及时送回配餐处。下午，我睡午觉，你就坐在床旁看书。怕我被吵，休息不好，你又买来耳塞。晚上，母亲第一次把我托付给别人照顾，她信任了你。你冲好充气床，做好陪床的准备。而就是这一夜，我突然在半夜因头疼折磨得无法入眠。你说最怕看我难受。在做到关检查的那天，我哭了很久，独自对着天花板发呆，饭也吃不下。那天你没有在医院，你去办培训的准备，可是你的心一直悬浮着，同我一起。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你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，你一天心神不宁。你6点便从城北赶来医院，坐在床上的我一脸绝望和狼狈，呆望着你，说不出的感动和矛盾。不愿你看到这样的我，蓬头垢面，面部浮肿。我想自己永远是那个美丽的女孩子，爱穿裙子的女孩子，对你调皮撒娇的女孩子。我要用大眼睛望着你看，看到你慌乱不知所措的笑。但是现在，你看到的是这样不堪的我，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，连自己都厌弃的一个自己。我变丑了，我怕见你。你说不丑，你说甜最美，没人能比。你捧住我的脸，你吻我的眉角，我的额头，我想哭。你说要送花来，你知道我喜欢花，但是医院宣传板上说花粉对病人呼吸可能有影响。我于是有些失望，但是那天你走进病房的时候，手里举着好大一朵花，微笑的太阳花，你递到我手上，我开心地笑了。一朵不容的玩具花，舒展着枝叶，在我的床头。你送的健康云的小玻璃瓶，装着你的字，被小心放在柜子上。你带来的珍藏的童年故事书，我一本本的读。还有那个长颈鹿的小木偶，你骗我说你会魔法，它才会动，终于被我识破机关。你说我的一切都还是孩子一样的，孩子的睡衣，孩子的拖鞋，孩子的心。我说在你面前我永远不要长大，这样就可以一直耍赖下去。刚入院的时候你还没有回北京，在傍晚
我总是一个人面对医院古老的建筑，看那些燕子在低空翻飞。生命如一场狂欢，那些燕子的飞舞总把我引向无法克制的悲伤。也许本没有悲伤，一切是我独自的幻觉。一个女孩在古老的医院病房中守住黄昏的窗口，等候着奇迹与转机。所有的思绪都关乎命运，沉重在越发深暗的天色里，如一口吞噬希望的井，彻骨的冰凉。恐惧侵袭入我小小的病了的心脏，如一浪浪潮水的无情。亲爱，要我怎么说，要我怎样面对一切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？我不该有怨恨与不平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给我你的肩膀和手掌。甜的时光如焰火，如光电，你知道它曾多么美。你睡了，又是疲惫的一天吧。你走出了学校，新的生活正在挑战。别为我忧伤，没有什么比你的忧伤更令我疼痛。我会好好的去坚强。生命中我们都接到不同的剧本，有的平淡，有的浓烈，有的是笑，有的是泪。不管怎样，我总要演好直至落幕。能与你同台是我的幸福，我们一定要微笑。365读书，每天和你分享读书的快乐。想要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365读书 DUS365 和超宇进行交流。如果想听哪篇文章，也可以通过公众平台向超宇推荐。咱们明天再见。